我的侦察班长啊，你这个功夫还得练。我练，我必须练。现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宋树这个混蛋东西，胆子也太大了，好在没有出人命，不然这麻烦就大了。我已经让工人们把渗水坑清理回填了，尽量避免再次污染。嗯，好。村民们的态度怎么样？表面上看没什么过激的行为，可我觉得乡亲们心里是非常不满的，都憋着一口气。这样，明天你让公司的人呢，给村里每户送2000元的慰问金，先稳定一下大家的情绪。好。爸，那钢厂的事儿您到底怎么打算啊？哎呀，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吧。对了，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呢，贝贝最近怎么样啊？挺好啊。你真的不知道网上传的事情吗？行了行了，也没什么事儿，快回去。那我先走了。来，哎呀，我就说了你两句，还哭个没完没了的。每次他犯了错，你就冲我发脾气。哎呀，行行行，是我不好啊。哎呀，贝贝还不都是你惯的？嗯，给他通电话了吗？打通了。他说什么？他说网上说的都是假的，没有那回事儿，然后就挂了。我再打他就关机了。我看他是做贼心虚。不可能，我自己的女儿我能不知道啊？她虽然任性一点，可她还是很单纯的，她不可能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是是是，贝贝是单纯，那郑珠呢？郑珠也单纯，啊？哎呀，一个30多岁的男人骗一个20多岁小姑娘，那不跟玩似的。就跟你当年骗我一样。我可不是骗你啊，我对你是真的吧？得了吧，我觉得人家郑璐挺正派的。你懂什么？哎，他个穷小子，还不就是看上咱们家钱了？啊，眼下梅子跟他没有希望了，那贝贝，不正好是他瞌睡时送去的枕头吗？不可能吧？郑璐他一个国家干部，他不可能这么无所顾忌啊。我刚才问梅子了，我看出来了，梅子想骗我，她越是想骗我，就说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那怎么办呀？还能怎么办？明天你啊，赶快把贝贝带回来，别让他在那给我丢人现眼了，行吗？行了行了，不生气了，好不好？是我不好。哦，呦，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烦不烦？先是我妈，再是我姐，现在又是你，你们都跑来向我兴师问罪呢。贝贝啊，你跟我说实话，那网上说的是真的吗？我说是假的，你信吗？你要给我解释清楚了，那我就信。我犯得着跟你解释吗？我凭什么要跟你解释啊？你现在给我走，我真的很烦。行，你别烦，你别烦，我走，我走。不是啊，贝贝，你跟我说说吧，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啊？要不然我回去我睡不着觉啊。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信的话，那就是真的；你不信，那就是假的。那我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你现在给我走，我真的很烦，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我，你还有事吗？没有事请回吧，我要睡觉了。贝贝，赶紧走。贝贝，赶紧走吧，我真的很烦，不要再来问我了。哎，怎么这么倒霉啊？
啊，林总也在。啊，您怎么样？好点了吗？我买点水果看看你。哎呀，老四啊，你来就来呗，还买啥水果呀？哎，老四啊，哎哎，你爸好点没有？好多了，这两天就出院了，没啥大事儿。啊，没事就好。哎，老四，你说你花这钱干什么？唐姨这儿什么都不缺，再说，你手头也那么紧，一会儿把这水果提回去。 给孩子吃，不用我，我现在要钱，我回家再给孩子买。你哪儿来的钱啊？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赌牌去了？梁叔，真没有，看您说哪儿去了？老四，那你说实话，钱到底是哪儿来的？是这么回事，今天宋硕跟他爸来医院看乡亲们了，每人还给了10000块钱。我爸他是看我不赌了，学好了。 就改了我2000。哦，是这样。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宋建国还算有点良心，要不然的话，你说他做那些缺德的事儿，我估计他夜里准得做噩梦。但愿能通过这件事儿，让他知道悔改。张主任，这次让你带队下去，是让你秉公调查，不要因为郑路是我哥就畏首畏尾的。 在这件事情上，有一就是一，有二就是二，既不能冤枉我哥，也要给群众一个合理的交代。好的，昆县长，我们一定实事求是，还原事实真相。嗯，在县政府的官网上，对网上的文章进行公开表态，让群众知道咱们在认真的调查，调查情况要及时公布，让这件事情早点平息下去吧。好的，县长，我马上就去办。 去吧。哥，小鹏，忙着呢吗？不忙，啥事啊？如果你没忙的话，我想找你一趟啊，跟你说说这个郑可田的事儿。郑可田怎么了？ 这个人胡作非为，欺压百姓的事儿，你知道吗？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那行，正好我去找你一趟，见面再说。哥，改天吧，我马上要到省里出差。几天回来？嗯，大概3-4天。有可能也得一周。那行吧，等你回来以后再说吧。啊，哎，哥，你先别挂。怎么了？有什么事吗？啊。 就是网上你的那个事儿啊，你真的得重视，你最好出面澄清一下。怎么了？现在网上传的很凶，搞不好，不光是对你个人，对政府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行，放心吧，啊，我会想办法去澄清的。那就这样。 郑明同志，今天请你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张主任，什么事儿？您问。工作组长郑路和支教女教师宋贝贝，他们的事情，你知道些什么？以我对郑组长的了解，关于网上那些事情，纯粹是子虚乌有。我们郑组长他干不出那样事儿来。你想想看，他现在成天这个村那个村的到处跑，还要和我们这些驻村干部每天在一起研究每一个村的具体情况，哪有时间去扯这些闲淡？ 我不让你来呢，主要是想实事求是的了解一些情况，不是让你在这夸他。我就是实事求是的在说啊，张主任。没有的事儿，你让我怎么说呢？那好吧，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要反映，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好的，谢谢张主任，谢谢。贝贝啊，你就跟妈回去吧，咱不在这住校了啊。妈，我说的多少遍，网上那些不是真的，你怎么不信呢？ 妈信你了，可是外面传的风言风语的，你让我和你爸的脸往哪搁啊？妈，我跟陆哥是清白的，谁来说谁说去，我才不怕。你不怕，可我和你爸怕呀。我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说这儿？妈，你想过没有？本来我跟陆哥是清白的，可是我这下走了，他们肯定说我做贼心虚，没脸见人，溜了，这不是越抹越黑吗？不能再让那些。
下继续攻击他的口实了。贝贝，你就跟妈回去吧啊！你看你在这住的条件多差呀，得多遭罪呀！我爸之前不都嫌我游手好闲，在家没事做吗？自己也觉得很空虚，所以才到处野游的。虽然这里条件的确是不太好，可是我真的很充实。我还办了一个合唱团，学生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妈，真好了。真是拿你没办法。我今天去带你逛一下，孙凯同志，你刚才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过了。郑组长在驻村工作方面确实认真负责，这一点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网上关于郑组长生活作风的问题展开调查。你再好好想一想，郑璐和宋贝贝平时有没有过不正常的单独接触？哦，对，我想起来了，在农高会上，我无意间看见这个宋贝贝晚上去找过郑组长。你再详细谈一谈。是这样，那天晚上我听见郑组长房间的门铃响，就看见这个宋贝贝拉着行李箱进了郑组长的房间。然后呢？然后我就不知道了。你有没有看见宋贝贝是什么时间离开房间？没有，好像很晚了，我也没有听见有人从郑组长房间出来，我就睡了。那房间号呢？这个记不清楚了。哎，你可以去宾馆前台查一下，他们应该知道。好，非常感谢你今天提供的情况。你回去以后如果还能想起些什么，请直接告诉我。好，可以。好，你可以走。走去省城。姐，干啥呢？姐姐姐姐姐，干啥呢？这是把炕填上了。哎呀，不能填。你来来，哎呀，继续干。哎呀，哎呀，行了，有话说吧，什么事儿？姐呀，那坑不能填，你这种坑花多少钱吧？你给我填了吧。花多少钱也得填，你建的离自来水管道那么近，你还想排污啊？姐姐，我知道你是集团公司总经理啊，但手别伸太长吧。你知道这厂子是我的，给我口饭吃呗。不是姐非要管你的炼钢厂，是你自己做事太不靠谱了。你知不知道这次你捅多大娄子？一家人围着你屁股后面给你收拾烂摊子。今天上午，爸让我给每户乡亲们都送去了2000抚恤金。干啥呀？别送啊！你早上发水的时候已经发完了。哎呀，我已经把那钱给表叔了，表叔说他就给发的，这不你给完都不能给了吗？给就给了吧，你的炼钢厂污染那么严重，让乡亲们多拿点钱也是应该的。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你们这都把钱发完了，那表叔肯定不能给乡亲们钱，肯定自己揣起来了。他凭什么自己揣起来啊？我告诉你，如果他不给乡亲们发，去把钱要回来。你们傻呀？啊，平时老说我傻，你们真傻假傻呀？咱们在哪地头上办厂你不知道？我钱要回来以后，是不是给那小鞋穿的？行行行，你的事儿我不管，你自己去处理。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今天这个坑必须得填。不填，坚决不填。你为什么就不肯填呀？姐呀，等风头一过以后，我这再开工不就赚钱了吗？你这个环保不达标的话，政府根本就不会让你开工。这事你对吧？表示说了，他帮你搞定的。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宋叔，今天是爸让我来的，让我处理污水污染的问题。你要是不肯听的话，自己跟爸说去。姐，宋梅，我就知道啊，动不动拿爸出来就压我，是不是？行行行行行行，你们自己处理啊，我也不管了他。孙院长还是不接电话，可能正在开会，再等等。县长，打这么多遍电话有急事儿啊？我在省城的一家宾馆调取了一段有关郑组长和宋贝贝的视频，很重要，需要当面向你汇报一下。啊，我刚开完会，
一会儿你们到省政府招待所找我。好的，我马上过去。这视频哪儿来的？哦，是工作组的孙凯，他说在农高会期间看到宋贝贝曾经进入过郑总的房间，我们就赶到省城的宾馆调取了这段视频资料，结果发现宋贝贝从晚上进入郑总的房间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分别从房间出来。组织性纪律性你是知道的，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能轻易下结论，这个视频更绝不许外泄。我明白了，县长，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现在事情有点复杂，再叫我给你关小黑屋，你信不信？叫我让我叫。爸，找我干啥？你赶紧去趟省城，干啥？上面刚刚传来一个好消息。这回是真正抓住了郑璐的把柄，他死定了。真的？太好了，终于能出口恶气了。我这田大叔，田大叔，怎么了？这是跟谁打架了？没有打架。没打架你慌慌张张干什么？说是不是又惹祸了？是关于照片的事情。照片？什么照片？就是上次我偷拍郑璐叔和宋老师的照片，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跑到网上去了。好你个臭小子啊，照片是你拍的是吧？我怎么算了算了，看在你主动承认的份上，今天恕不打你。我问你，照片你拍完之后给谁了？是郑崇武让我拍的，还给了我100块钱。好啊，果然是他。吃饭没？没吃。臭小子，跟我走。大哥，再给点吧，这事要让酒店知道了，那我就干不了了。你看，我告诉你啊，这一件事只有咱们两个知道，明白吗？放心，大哥，这事我谁也不说。拿着，走。谢大哥，谢大哥。哥，哎，
不是出差去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又？我还不是为你的事儿啊。我啥事儿啊？你跟宋贝贝的事儿。哦，这事儿啊。你跟我说了以后啊，我还真是想了想。我觉得我不能不管不顾了。嗯，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小事，但是这关系到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那这确实是个大事。你还知道？我查清楚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嗯，是这个郑崇武花钱让那个石头给偷拍的。嗯，我去找他去了，结果这小子不在。但是没关系，我有人证，我可以澄清自己。那就算这件事情你可以澄清，嗯，还有一件事情你怎么澄清？这什么呀？这个 U 盘里是你在农高会酒店里的监控视频。农高会监控视频？嗯，那到底怎么回事？哥，你得跟我说实话，我才知道怎么救你。我确实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农高会那天晚上，宋贝贝在酒店里是不是住到了你的房间？对呀，怎么了？一个女孩子住到了你的房间，你问我怎么了？你这么问你自己都干了什么？我确实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干？孤男寡女在一起待了一个晚上，你说什么都没干？说出去你都不信。我确实什么也没干。事实在这儿摆着呢，你说什么都没干，难道这 U 盘里的视频是假的？视频是真的，我什么也没干也是真的。哥，我大老远从省城跑过来，我是为了救你，不是为了害你的。你得跟我说实话，说实话我才能知道怎么救你。别，小鹏，你别着急好不好？你想知道事实是吗？嗯，我告诉你，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不是开农高会吗？人特别的多，宾馆的房间都住满了人了，没有房间了。宋贝贝来了，嗯，想找房间，没有房间了，敲我的门，大半夜的，嗯啊，一个女孩子站在我门外，你说我能忍心把她推出去吗？这不合人情啊！啊，你不忍心把她推出去，你就拥她入怀了。什么叫拥她入怀呀？我跟你说吧，我们是清清白白的，我真的什么也没干。哥，就算我相信你，可这事儿说出去，你怎么跟别人说清楚？还真说不清楚了。问题就在这儿啊，这是最大的麻烦。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一个晚上，你怎么来证明你自己的清白？还真没法证明。我这一路上都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才能为你开脱？可想来想去，这就是个死局呀。这就是个死局呀！郑璐就算是浑身是嘴，他也说不清楚了。爸，他郑璐想跟您斗。那他就是鲁班门前耍大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孔子门前卖字画，螳螂挡道，他自不量力呀。行啊，现在拍马屁一套一套的，有长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这也是跟着狗熊学上树，跟着家犬学狗刨，跟着野驴我就是。行了行了行了，刚夸你两句，就不着调了。什么家犬、狗熊、野驴都弄出来了，变着法骂我是不是？找抽你！不是爸，我真不是这意思。行了行了，闭嘴吧。不会说话就憋着，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话变成屁，悄悄的放了，别再熏着。行爸，以后有屁我一定憋着。能笨成你这个样子，也真是没谁啊。哎。最近厂子里怎么样？嗨，别提了。自从郑璐办了这个学艺班以后啊，那以前那些麻将腿子都不来了。有一部分呢跟着唐秋燕搞刻板字画赚点钱，还有一部分呢跟着老梁头吹吹唢呐、拉拉二胡、找找乐子。反
正这跟以前比的话，那是大不如前了。这个郑璐真他妈是可行，当个财路啊！可不是吗？不行，必须用这次的事儿啊，让他挪个地方。对。进来，县长，坐吧。我今天叫你来呢，是想通知你一声，郑璐的事情暂停调查啊。这主要是从保护干部的角度考虑的。对于那些我们一时无法判断的事情，还是要谨慎一点为好，对吧？是的，坤县长。嗯。可是，昨天我给您看的那个视频。已经挂到网上去了。什么？没经过我同意，谁让你们挂网上的？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县长？这，县长，这不是我们干的。不是你们干的，谁干的？这真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这点组织原则性还是有的。会是你们当中的某个人把视频给外泄了？不会，我们的人都是经过严格的考察和筛选的，是值得信任的。再说视频资料就一份，我已经交给您了。好，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要轻易的定性表态，明白吗？我明白。去。是，先生。怎么了？哎呀，我说算了吧，别去了。人是你开除的，你不去谁去啊？集团公司总经理你都来了，你面子就可以了。王师傅是厂子里的老人，咱爸都给面子，我的面子算什么呀？再说了，你要是不去的话，会显得我们没有诚意。说咱爸也真是的，你说为他的非得让我这来，以后工人知道了以后都这样，我这威信往哪高啊？威信不是这么树立的。你什么时候才能懂得以德服人呢？哎呀，以德服人，以德服人，他不就仗着跟爸时间长了吗？倚老卖老，跟我这摔盘子打碗的，怎么就开除的不对啊？当然不对了，那王师傅发现厂子里排污系统有问题，不让你蛮干，那不正说明人家对厂子是认真负责？你说你要是早听他的话，至于惹这么大娄子吗？我告诉你啊，请不回王师傅，咱俩跟爸谁也别想交差。谁呀？王师傅，我是宋梅。宋梅，你怎么来了？王师傅，是我爸让我们来看看您。好，谢谢谢谢谢谢老董事长，来，快请吧。好。就算我相信你，可这事儿说出去，你怎么跟别人说清楚？怎么着，出事了？出大事了？什么事儿？一惊一乍。哎，给你看看东西。哎，别动啊！电脑里我刚写的材料，别给我弄乱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工作？啥时候了？世界末日了啊！哎，我呀，怕是你的世界末日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玄乎？来，你看看，你看看，你过来看看，什么呀？看看，你看看这个，王师傅，
我们今天来呢，是特意为了前两天的事情给您道歉的。哎，没啥没啥。宋叔。啊？说话。王师傅，头两天事儿别往心里去啊。哎，没啥没啥，也是我不好，不该顶撞厂长。哎，你要这么说话，那我愿意听，是不是？你也知道咱厂一千多号人，都像你这样，你说我怎么管？这会说话吗？那王师傅是厂子里的老人，跟着咱爸一起创业的大功臣，是一般人吗？啥功臣呢？谈不上，谈不上。王师傅，您就别谦虚了。我爸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发了好大的脾气，把宋叔好好骂了一顿，特意嘱咐我们一定要把您给请回去。这，谢谢老董事长。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就别回去碍事了。怎么能说是碍事呢？我爸可说了，您把关他才能放心。我能把啥关？说话别人不爱听也没啥用，还是别辜负老董事长的信任吧。人家这有心思，这上岗不是买卖。你说，行，姐，你慢慢聊，我出去打电话。哎，他们的动作还真够快的啊！啊，他们谁啊？还能有谁啊？那些觉得我挡了他们道的那些人。啊，这事你知道了？昨天晚上坤坤已经告诉我了。本来呢，他是打算帮我澄清我和宋贝贝在网上的传闻。他搞了一个调查组，就找到了这个宾馆的监控视频。啊？那公布这个视频的是调查组？那不会的，鲲鹏不会故意害我的。那会是谁啊？没关系，我心里有数，我会想办法澄清的。哎呀，哇，咱们下一步怎么办？这个视频我可是看过了啊，那个宋贝贝啊，在宾馆的房间给你待了一个晚上，我看你现在是有嘴也说不清。别担心，人在做天在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您觉得厂子有什么问题？咱们厂子年头久了，设备落后，产能低，耗能大，尤其是污染大。那些环保设施年久失修，那就是个摆设。那怎么改进呢？除非全面改造，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明白了。这样吧，王师傅，全面改造的事情，等我跟我爸爸好好的商量一下。不看僧面看佛面，回来好好把把关，免得他再闯出什么祸来。这，要是您不给我这个面子，那我只能让我爸亲自来请。这使不得，使不得，我答应，我答应。太好了，王师傅，那这样，今天呢，您先好好的休息，明天等着您回来上班。谢谢，我明天就去上班。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好，那我送你。不用了，再见，王师傅。啊，再见。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哎，这网上都把那个宾馆的监控视频放出来了，晚上几点几分进去的，白天几点几分出来的，清清楚楚。是吗？平常看宋老师是个挺清纯的人，真是看不出来啊。嗨，哎，现在有些女孩都老随便了，认识没几天就上床，哎，不合适了，分手了。一点都不自爱，是吗？真是不自爱，别人怎么会爱他呢？哎，要其实说呢，这年轻人谈恋爱住在一块儿，别人还真管不着。但我听说什么呢？这个夫长，就是宋贝贝姐姐的未婚夫。你说这事出格不？哎，别说了，来。你们好，哎，你下课了？啊，刚下课。哎。哎，慢，怎么了？哎呀，我先坐一会儿，你再坐。为啥呀？椅子凉啊，我坐热乎了，你再坐。别那么娇气，
凉了，容易咳嗽。我砸生电。来来来，赶紧坐，坐坐坐。哎，好，赶紧坐。哎呦，你还别说，真热乎啊。也不知道这次钢厂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小树惹的祸呀，真够梅子忙的了。你呀，就是个操心的命。妈，哟，梅子来了。妈，梁叔，你们怎么在这儿呢？我到处找你们。你妈在房间里待着闷得慌，我带着她出来走走，透透空气。梅子，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给乡亲们办出院手续，交住院费，完事儿了，赶快就来看看你们。乡亲们都怎么样了？您放心吧，妈，病情轻的已经出院回家了。哎呀，那就好，那就好。我接个电话，妈。喂，许雷啊，怎么了？你那个兵哥哥又躺枪了，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他又怎么了？这回问题好像挺严重的，你开上网看看吧。好，我知道了。梅子啊，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妈，就是公司有点事儿。你快去忙吧，妈这没事儿，有你梁叔呢。行，那我先走了。梁叔，就麻烦您照顾我妈了。走，哎，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再见，妈。再见，梁叔。哎呀，这丫头一天到晚风风火火的，都多大了，也不操心自己的事儿，就忙工作。你能不能少操点心，看重自己的身体？我操那么多心有啥用啊？皇上不急太监急，没用没用。哎，小宋老师啊，您的父母来了。我这正在上课呢，要不你帮我把宿舍的钥匙给他们，我待会儿就下去。哎，好，好，谢谢啊。你总是想。哎，你们好。啊，哎哎，宋老师正在上课。哦，他的宿舍就在楼上，这是钥匙，下了课他会回去的。你二位先进屋休息一下，好吧？哎，好，谢谢，谢谢校长。不客气，不客气。谢谢校长。哎哎，谢谢。好，好，进去吧。进去？我才不进呢，在那儿等他吧。老宋啊。一会儿见着贝贝，你好好跟孩子说，别发那么大火，行吗？怎么的？他搞出这么大丑闻，你还想护着他吗？就算贝贝这事做的有些冲动，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俩都是单身，哪有丑闻那么严重啊？这怎么就不是丑闻呢？哼！行行行，你别生气了，别发那么大火，我就把他叫过来。来呀，哎呀，小五啊，来来来，坐坐坐。哎，好好好，来坐坐坐。哎呀，难得到我这儿来一趟，来泡点茶。哎，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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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哎，小五啊，哎，什么事情这么着急来找我呀？就是那个农业局副局长郑路的事情啊，夜宿门的事情。你也知道了。这么大动静了，我能不知道吗？是啊，短短几个小时就有100多万的点击率，影响不小啊。嗯，你怎么看？郑路以前是我的兵，作风硬朗，没得说。只是现在到了地方，
是不是思想松懈发生了变化，就不好说了。郑路同志到达玫瑰村之后，还是做了很多实事和好事的，打破了玫瑰花的销售垄断，而且让老百姓的玫瑰都赚到了钱，还着手解决了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啊，特别是解决了农村普遍存在的赌博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而且推进精神扶贫、教育扶贫，在这方面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的。但是，这次夜宿门事件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我们必须重视。那您的意见是？很简单，有问题就查，查出问题就办，没有问题就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挽回影响。好，我同意。但是在调查期间，郑路的工作安排怎么办？根据郑路同志的一贯表现，我倾向于不动。仅仅因为网上的传闻就轻易的动干部，我觉得有些草率。山的跨越也不停歇，时间